兵，元气旺，有请武王罗志祥。我拿破仑斯坦琴，所以我手脚难免古董。爱不爱我都 alright party， 不再来告白。进来就嗨嗨 play， 来就不精彩。So dance with me， dance with me， 听着那个放节拍 ，never stop， 喝个酒，看着看他不用困了跟我跳。Bounce, baby， 爆炸力这么减少 ，Hit the floor，Hit the floor，This bounce， 就是要闹翻天，停不下。全部的朋友们，每一秒每下，尖叫声，一起 bounce， baby， 我就是想看你笑 ，Hit the floor，Hit the floor，This bounce， 一眼就能记住我名号 ，Love me now，Everybody，Everybody，Love me now， 能躲在墙角陪你。心跳睡得好觉，就算月色比夜色单调，眼睛的光轮一样陪你跳跃。谁也会不想听你说 good night， 不想唱快歌太少。Move with me， move with me， 我的爱一传 let me into you， 听不到。Everybody 尖叫声，准备 bounce bounce bounce， baby 爆炸力这么着烧 ，hit the floor。就是要闹翻天，停不了，不准一秒能下定。我一起 bounce bounce bounce， baby， 我就是想看你笑。Hit the floor， hit the floor， this bounce bounce bounce， 一眼就能记住我名号。Love me now， everybody love me now。Keep on bouncing， 我见怪不怪，我的爱停不下来。But it be not for me， baby， all this night。把手伸起来。新年快乐！2018年跳起来！就 bounce bounce bounce， baby， 我只是想看你笑。欢迎罗志祥！现场的朋友们，还有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罗志祥。在狗年就有一个字，就是要旺。全中国人的过节有一些共同的习俗啊，比如说我们要长辈给小辈压岁钱呢，对对对，我们要穿新衣服新鞋子呀。是是是，小小猪可怜的，这衣服是两件拼的一件破衣服呀。这是为了要迎接狗年来了啊，因为狗呢会咬衣服啊。是吗？把它缝起来了，所以这样才会旺，对不对？对。哎，我听说你特别会讲山东话。这个俺小时候啊，很多的长辈多住山东，是这样，因为其实以前在家里的邻居啊，真的有很多住在山东的朋友们。对，台湾有很多山东过去的。我也听说我的亲戚也住山东，是吗？可是都没有见过。他是带着台湾味的山东话。山东大馍馍。嘿，好。你这个馍馍卖多少钱啊？一个2.5块。哎呦，啊，这馍有点贵呀。一个2.5块，你这麻子不叫麻子，你这叫坑人呀。那个馍馍里面包黄金，黄金呢？对，你买不买？你送我一个可以吧？
小猪这山东话，我怎么觉得是在新疆学的？我跟你讲，是吗？带着他越说越气，越说越像。可以的、啊，真的很好，可以的，可以的。有山东的味道，那个、味道还是在的。有山东的味道，对对对。啊、那这些年呢，也交了很多内地的朋友哈。黄磊老师啦，黄渤老师啦，王迅啦，孙红雷大哥啦，其实等等，其实都有很多合作的对象。这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明星，但是。对对对他们今天一个都没来。哎呀，太好了！可是我们请到了比他们还有人气、还可爱的嘉宾。哇，这一群神秘的嘉宾今天来给你祝贺，这么大的面子啊！哎、真的，我的天哪！拉出来看看，来，哎、等等，拉出来看看。你有感觉将要上场的是哪位嘉宾了吗？拉出来看看，来了。拉布拉多吗？对对，拉布拉多，拉布拉多，拉布拉多。滑板上来好酷、哦、他还戴了个墨镜呢哇嘿宝贝儿看这里来我们主嘉宾在这儿呢来来来、啊、这里你要把美女这里这里这里哇谢谢有请两位请客了是啊这个熟不熟熟这个熟不熟还有一位小姑娘苏菲哈哈哈哈哎呀呀呀这个花呢就送给苏菲了好不好苏菲苏菲这是谁呀大哥师傅大哥师傅师傅这位是青科乐跟大家打声招呼大家好哎青科乐你带的这个哈达是要献给你的 dog 师傅的吗是那怎么还不献呢快点快点来摘下来啊哈达送给亲人对呀、啊啊、谢谢、啊、你看今天青科乐穿的如此的隆重好帅呀、啊、宝贝儿宝贝儿又是不是有节目要表演一个呀是表演一个顶碗舞厉害真的厉害他为了练这个顶碗舞头发都不留长了对光头王光头王哦来了哦来了来了哎呦来了哎呦呦哎，小猪，你作为亚洲舞王啊，你觉得咱们输了啊？输了，我还想问问能不能培养出新的亚洲舞王？他五岁了，对不对？今年、嗯、对，五岁了，舞、嗯、王刚刚好对。这个很好，这个更好，对不对？嗯，对。啊哈，自己还说对。对对对对对，大家看啊，这个苏菲呢是我们那个青岛小妹，是青岛的。哎呀呀，这个眼神，哎被电到了，哎被电到了。其实我们还给大哥师傅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什么礼物啊？不能告诉你。啊，绝对不能告诉你。那我是不是一辈子都拿不到呢？嗯、得通过考验。还要考验呢？要通过考验。这一定都是套路。这个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哎、狗狗呢来做出一系列的动作，一指一个吉祥话。我曾经创过一个记录，在短短十秒钟，我答对了180题。不是你是蒙我的吗？你是开玩笑的吗？他一直在努力的换算多长时间能够答对一题。来吧，我们来这个来，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非常可以。好、啊，现在、啊、这个情景，拜托拜托，就是这个动作，吉祥，拜托给我红包。哦，他叫了，恭喜发财，对吗？标准答案就是恭喜发财。第二题是什么？还要开门？哇、啊，这是侮辱啊！这是什么？开张大吉、哎，开门大吉，开门大吉，太聪明了。啊、好，来，接下来我们第三道题。看这，开开加油！我感觉快看出来了。哦，来了来 了，我知道了、啊。是什么？哎呀呀，步步高升，答对了没有？步步高升，太棒了。哎，苏菲，你们的 dog 师傅全部答对了，是不是应该把礼物送给他了？哇哇哇，这送我的礼物。啊，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董凤岐老师是是是亲手为你做的，感谢，希望您能够狗年大吉，谢谢，然后越来越好、嗯。好像有一首歌也叫《幸福螺》，啊、那我们热情的掌声有请小猪我们演唱这首《幸福螺》。